前锋。还真是，我看结实了。得亏啊！一枪过起来了。很亏啊，这一波。他是不知道0.5是治疗，不会治疗吗？走了，前方怀表喷出来。哦，
他们插电机，受不了。这个人还是不爽，直接走。得很，在墓地呀，地窖在墓地，那倒是呢。找地窖应该不太可能，他应该知道。没事，存个240，要他命。哎，他不炸点了吗？我感觉这边也没有你。加高速公路去了，终于炸了。看我的尸，觉得你跑得掉吗？哎，他走错了，他不知道地道在哪。尴不尴尬？开一个大球，结果发现这边没地窖。
机械师。那王浩刚才不动我，说不定还看不见，非要动一下。 这种开局就很舒服，你看像上一个墓地开局，直接碰一个前锋，看到头都大了。跳不跳？ 干嘛呢？这么膨胀？看你这小脾气有刀啊！ 挂了，其实，在那个两百一冲那个地方，那丢远点，这边摸好了。 走来走去的。
这家伙又在打洞，看我一下就打得上去。又转，估计转到那个。转对面去了。简直了，能拖到那个调香师流死。就是他没动，他没动，动完了。然后这边等一个布刃就好了。真的恐怖哦！哎，这个出门点最差的一个。追一下吧，这边还有一个人，再看一眼，结石。幸而这边吃饱呗。等会儿再给他偷来一下。
撞了，还秒救了。滑板雕塑，应该是反光，然后转移，转不掉。 当时没怀表，等会儿打个东东。 估计是他们想练蜘蛛，其实我也不想打蜘蛛，我就在练 PC 的蜘蛛，强食，手速慢了，上去没加速了。 是死得很慢的，哇，这么快的，刚打的新鲜的一刀，不好了。
没治愈喽。 他们这把输了，没得打了，两个人都没治愈了，怎么打呀？ 魔术师都不敢修了，全体没治愈。哎，哦，才了个四而已。 哎呦，穿对了我，哎，没治。 哇，四个魔术棒了吗？哎，这把。